大家好，这里是真佛天空新闻台莲生活佛文集网络读书会直播，今天是第937集的播出。节目开始为大家播放的是地藏王菩萨的圣号七请根本传承大家持，七请大愿地藏王菩萨放光助照。南无地藏王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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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地藏王菩萨。好，欢迎大家一起来做读书会的直播分享哦。本那摩林哆林嗦啊哈，嗡本那摩林哆林嗦啊哈。南无地藏王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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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地藏王菩萨。欢迎大家一起来做读书会的直播分享。现在我们为大家播放的是地藏王菩萨的圣号哦，我们再来听一次，因为我最近我的脸书被限定不能够分享，要到14号、15号，所以请大家帮帮忙，帮我分享一下我们每一篇的贴文，谢谢哦，谢谢大家，还有你们请佛注释的，
已经有90篇已经帮你们传给师尊师母哦，谢谢大家，真的很棒，写得很感人。南无地藏王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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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地藏王菩萨。本那摩林多林娑阿哈，嗡本那摩林多林娑阿哈。南无地藏王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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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菩萨，南无地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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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菩萨。大概在几分钟就要开始了，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哇，哎，再一点点就好了。大家好，这是真佛天空新闻台莲生活佛文集网络读书会直播，今天是第937集的播出。我今天下载了一个很厉害的 APP， 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APP 哦，它可以给我们大脑洗澡，
这个是一个医生推荐的，等晚一点人数多一点我再告诉大家好不好。我们看看现场的同门哦，林玉珍、王国慧、胡小丽、曾雅珍有没有来 Amy 用哦。那这个欧明珠、Diamond、洪春义、甘风丽、黄晨、徐月英、Joxy， 哇，十四兄好久不见了哦，薛丽令、Diamond、俊雄、王国慧，还有这个何香腾啊，你们的请佛注释哦，都帮你们转给师尊师母了哦。英英卷啊 ，Darian， 妈妈帮我转贴，我好可怜。你们的那个金刚博瑞社团好热闹哦。英英卷、林丽蓉、心仪、胡小丽、苏蓉蓉、黄晨、Melotus、张平、黄香玲啊、Melotus、伊琳啊，还有傅思锦、陈玲玲、Alicia 叶啊，你。艾莉西亚，你问为什么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好，Alan Wong， 还有这个Anna O， 你是问说为什么我的脸书社团功能被封锁吗？因为有一次我要请我的朋友帮我这个帮我分享社团，我给他那个账号，结果脸书。发生了误会还是怎么样，反正你的几个账号一定要再跟着手机，你换了别的手机再加你的账号，那脸书会误判以为说你被盗用了，他会把你封锁功能，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陈丽玲、James Lin、Moonsy、还有林秀英、旭芳、彩娟、还有李东代、旭芳、Alicia Yale、就大姜啊，心仪的辣椒酱我有吃哦，很香哦。彩娟不过四罐我看我吃不完了。玉林好，按到了，好，不小心按到了。Ellen Say 这个讲什么？谭美长、张素珠、秀丹若Alicia 好，林玉珍的功课 Key Long 啊。好 ，Melotus， 还有 Asina Wu 黄传义 ，Willet Go， 好，张硕师兄啊，王国慧的功课，有 Melai， 还有这个甘风丽 ，Lisa Lin， 戴曼的功课 ，Lin Yong Moi 啊，谭美长，谢谢，把他的音乐先关掉一下，所以呢，因为是。我要请版主帮忙啊，成佛天空新闻台的版主帮忙，结果他吓死了啊！我的那个被分享的账号不能分享，所以要等到14号啊，两罐哦，不行，我吃不完了，这个四罐我快要吃一年，谢谢。那这个跟大家报告哦，那个大家已经有90几篇留言请佛注释，还有感恩师尊答应愿意留下来，很多同门都写了哦，90几篇快要达到100篇，如果我们超过100篇的话，这个活动就会慢慢告一段落了。其他的呢，你们就欢迎大家多多留言请佛注释哦，也就是请佛注释呢，这个是要经常的做，经常的回向，经常的意念，那在网络上这个能够引起大家的这个注意跟重视，对不对？哇，那大家彼此分享心声，大家都是那种一归一的那种心一致非常的感人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感动我来念一念大家这个念一部分的同门的啦那个新加坡莲花静豪他讲说请你师尊留下来到人间大转法轮助理强壮这个大手拉小手带领我们修持佛法这个谁讲说这个是事业上最重要的事情Alicia 好陈立正也上来了莲花居合讲最帅气的师尊谢谢你不辞辛劳为我们开示然后呢这个为我们开示所以能够知道一切的佛法很幸运新加坡的郑月佑也是师尊这个让我们能够拨云见雾明心见性祈请你常住世间
马来西亚 UNITS 联欢会议，好久不见了哈、哦。他讲说最敬爱的师尊还要讲三次，我们何德何能能够拥有这位大慈悲师父哦？没有你的法语怎么办？听不见你的笑声，看不到你的笑容怎么办呢、哦？他已经小鹿乱撞了。好，李彩琪。哎，这个就是全家皈依师尊已经30年了，当义工20几年了哦。那师尊的志业，这个将来一定会成就哎。那心里面都明白，只要跟紧师尊，不会弄丢。师尊，你是500万个小娃儿的爹，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求你心疼各个嗷嗷待哺的小娃儿啊！莲花素珠，张素珠有在线上哦。啊，也是这个悲祈请师尊悲悯众生，需要你的佛力加持。佳佳也是哦，还有这个啊，莲花小群是来自于马来西亚吉布施屋的哦。讲到说这个是这个感恩师尊1992年来到吉布哦，马来西亚的施屋省，带着无量的光明来哦，这个大这个来照亮我们的众生。啊，师尊的无量光让我们脱离苦难，莲花的愚昧啊，请佛注视。瑞典的少明师姐念到你了，哇，在彩虹莲浪寺的不空观音护摩，你请佛注视，哭得稀里哗啦的，哇，很会哭，呵呵，当然也是很感动啦。当师尊看到润善的弟子，师尊高兴，师尊的眼睛都看着每一个弟子，加持着润善的弟子哦，在法会上，这个送给师尊。润上弟子的爱心飞吻，哇，莲花经师哦，皈依35年哦，追随师尊的脚步，请佛注视。那个莲花梦辉也是哦，这个希望是这个祈请师尊哦，带领大家走向光明的道路。马来西亚的慧灵哦，师尊啊，请你哦，停一停脚步，来听我们的内心深处哦。这个我们还有一群弟子还在漂浮生死的大海，祈请师尊你给我们那个带领。莲花嘉玲是来自美国的，祈请师尊哦，师尊你是我们不可或缺的精神粮食。莲花逸轩就讲这辈子能够遇到师尊真是无比的幸运，感恩师尊平常的说法还有这个文集哦。那这个今年安然无恙，这个病魔竟然就是消失在自己的身上了，非常的感恩师尊哦。嘿，然后我要讲很多的心声。台湾的莲花碧红哦，每次在手机上哦看到师尊的护魔的开示指引众生成佛之路哦，真的是非常的珍贵。莲花一层，哇，一层也写了哦，今生能够遇到师尊哦，真佛教导我，是我的荣幸，感恩师尊。还有这个台南的善化，莲花风清啊，感恩师尊继续留下来说法度众生啊，您是黑暗的火把，嘿，哇，莲花彩铃，就是这个也是需要师尊的指引，还有莲花天宝，虔诚祈请师尊留下来。玛丽兰州的莲花杨玉英哦，以前有跟师尊吃过饭，哇，印象好深刻哦。莲花愿营，没有师尊的佛法指引，就没有办法学习到真佛秘法了哦。认清这个假我，修行的路很漫长，所以祈请师尊指导啊。高雄的严秀师姐哦，感谢师尊答应我们的请求，愿意留下来。莲花。台湾弟子莲花美芬哦，也是感恩师尊愿意留下来。莲花汉阳也是哦，愿意愿师尊常转法轮。哇，马来西亚怡保的阿 Ken 还有姐阳皈依师尊20年了哦，默默的奉献无所求，福报自然来临。感恩师尊的加持，本尊护法常守护哦，请佛注视。莲花美元是马来西亚的哦。让我们听闻啊，学习更多，弟子也会努力学习。澳洲的 Cindy， 哇，又讲到说这个感恩师尊哦，你展示了无数珍贵的开示哦，更重用这个更重用的是更重要的是否给予真佛同门一个明确的修行的方向。莲花华莲哦，弟子一生最庆幸的事情哦。
就是那个感谢师尊留下来，哎，上师你做的辣椒罐剩下120多罐，需要帮助弱者心仪啊，当初只想爱心义卖啊，捐给这个母娘，可以捐给这个更多人啊。哇，吃果人现在都有的都还持续在做，哇，帮助弱势啊，谢谢你的发心哦。还有丹丹 Dale 啊 ，Catherine 啊，感恩师尊愿意留下来，希望疫情赶快早日退散哦。现场也有人哦，不过你们的这个留言我没办法哦，要在我的今天上午的贴文哦，或者晚上的贴文我才可以帮你列进去哦。啊，吴秀吉、尤美赖、就是林登，还有寇丽丽、张平的功课。小莲花、傅思杰、Eddie 啊、Chevy Jew、马杰尼玛哦，上师不好意思，这几天忙碌，好、啊、没关系陈乔峰、阿西娜乌、丽莎琳，还有这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就请佛注视了啊。那还有呢，我还没念完莲花彩铃师尊，你是这个指引弟子心中的明灯哦。好这个是第几篇的哇，第40到60篇的嘿，那反正呢已经完成了90篇，大家非常的厉害，对不对？好，那这个我最近呢下载了一个，就是那个脑科的大脑的脑科的医生哦，建议大家这个可以，你知道吗？这个音波哈、哦，我们有阿法波、有贝塔波、西达，禅定的是西达波，对不对？这个、脑波的那个声音。有的可以帮助我们禅定，有的可以让帮我们放松，有的可以帮我们工作脑子清明，有的可以让我们睡觉安眠哦。我现在来播放一个脑波，哇，这个脑波是我们白天的嘿，或者禅定的时候用的哦，禅定的嘿，哇，看看，一分钟，好，看看现在有没有声音。哎，你们现在有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已经开最大声了。哎，这个是我们入三摩地的那个脑波，你们有听到吗？啊，好，那这个音波还有一个是好，我再跟大家介绍好，睡觉的音波在哪里？你睡觉可以帮助你睡觉的音波。哇，我给它开最大声的，那中间还有一点点广告不过没有关系，哇，这个很小声，有听到吗？哇，这个睡觉的音波很小声哦。那我再介绍一个，等一下再跟大家讲这个 app 叫什么名字再来就是这个你在让你在工作的时候能够脑子很清楚的音波看看这个是这个这个音波看看有没有哇，这个都很小声你们有听到吗好，反正呢我看看啊，这个呢有了你们有没有听到这声音好，听一点点就好了啦齁。好，这个呢 ,app 呢叫做什么名字呢？哇 ,atmosphere, 这个紫色的这个地方齁。好像看不到字齁。atmosphere, atmosphere 是大气是不是,atmosphere, 然后呢by nature, 我看看这个这个 app 在哪里啊？好，找到了 atmosphere by nature。好，这个啊，就是这个 atmos， 那 phere， 然后 binaural。binaural， 你们把这个画面截图，然后字是倒反的。这个是呢介绍我们的脑波脑波的不过因为现在是因为直播画面，所以那个字是
这个字是相反的。我看看能不能分享在我的这个可不可以分享？哇，可以分享哎。好，我看看分享在哪里？分享在我稍微分享一下，我有发送在真博天空新闻台的社团里面。好，看看好，那找到了我现在把这个脑波的齁放在我们的读书会直播的讯息上面。你们的读书会直播完之后就可以。你好，你是问说为什么我的脑子是倒转的。这个是呢介绍我们的脑波脑波的好，我现在已经把它贴上去了。好，现在现在有没有我刚贴的这个有没有，这个是Store 它个 APP Store 里面的。等一下读书会直播完，你们去找这个就可以。然后我在今天不是有这个读书会的直播那个请佛注射贴文嘛，我再贴一次哦，你们也可以找在这里找得到哦。好，我贴了两个地方，就是帮助大家以后哦，你们因为为什么跟你们推荐知道吗？因为今天这个入定入定入三摩地，我用这个脑波的音乐入定，哇，它的那个真的会有那个声波的震动哦，的大脑的气脉好像被按摩跟洗澡一样，非常的舒服哦。这个是我本身的觉受哦，我不知道你们的感觉是怎么样，你们的感觉觉受是怎么样？哇，怎么越来越热？我又要把这个拆下来，哇，好热啊！好，热，这个很热，好，哇，太热了，好，恢复到本人英雄本色，好。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介绍的是渡过生死的大海，密教即生成佛。好，那我们感谢上师，明天工作的时候马上，还有睡觉的时候，他有睡觉的脑波，有工作的脑波，还有入三摩地的脑波。Apple 你去查我刚刚给你的相关的字哦。我刚看，哇，大家对这个脑波很有兴趣哦。我刚刚的那个网址哦，这个给你们的那个网址有一个字叫 atmosphere by nature， 你找出这个字哦 ，atmosphere nature， 哇，字很长，你去这个去找相关的字，看看有没有这个字哦。那因为我是 Android 系统的，大家可以彼此分享哦。那就是说你入三摩地哦，有时候会有妄念，对不对？或杂念，或者呢那个心齁、哦、很狂乱很杂，对不对？你就专注这个脑波。我是一边念那个请佛注释祈愿文，因为我很喜欢念，然后一边放这个脑波的音乐。它有个是入三摩地齁、哦meditation 用的，结果哇，那个好像大脑被按摩一样，而且非常的清凉哦，大家可以试试看。好，那今天讲到说密教的即生成佛，今天的金头脑题目是什么？如果有人问师尊，如果往生的时候魔化为佛来接引亡者的话怎么办？师尊讲说，当他明白真实的烈脑正是会死的，这个时候老弱的肉身其实是梦幻的躯壳，我们每个人将来都会面临临终，那么现在的这个身体也要看成是一个梦幻的师尊讲说，他当他的脑裂八片，大脑的这个八叶莲花打开，对不对？他的元神出现，这个是紫光，然后呢大白莲花童子的宇宙意识佛性光明还是母光，紫光进入母光就是密教成佛，这个就是一个重点。我们每次都在修，为什么呢？当我们念咒经瑜伽的时候，入我入观，对不对？那这个观想自己跟世尊合一的佛性的光点沿着中脉到这个顶窍飞到
玛哈双眼齿飞到大白莲花童子的心中，佛性的光明海，然后融入，对不对？那个呢，就是紫光融入我那个母光哦，母亲的母。那所以呢，我们活着的时候已经在练习中阴搬家、啊。很感谢这个 A P P 分享，对不对？这个是睡觉的时候，它可以设定时间哦，可以设定你要30分钟。要设计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哦，都可以，它可以自己设定啊。好，那就是我们在活着，在练习，在修法，就是有这个其实就是已经在练习了这个将来临终的那个中阴的。那刚刚呢，介绍给大家的这个 app， 就是说你在修法，帮助你修法啊，有杂念，至少你的心哦。可以跟着这个音波声波，你去听声波，但是在声波里面你念沙石经咒，念真佛经，念高王经，帮助你转移。而且那个脑波它真的是有一个波长哦，它可以这个清洗你的大脑。那个脑波是无形的，那我今天傍晚禅定用了一次，我觉得非常的殊胜，我觉得很好，所以推荐给大家，也可以睡觉的时候用，对不对？像那个乙心的家人在这个医院的话，也可以看看他能不能接受这个音波，也可以哦。那可以帮助安眠入睡，可以放松，也可以入禅定。那白天工作比较紧张哦，那你有的人呢，直接戴着耳机，戴着耳机用这声波去刺激这个啊、这个直接是刺激大脑，可以调整这个压力哦。那这个呢？有的人觉得很适用，那有的人不一定哦，所以呢，给大家做参考看看。但是最终最终的，我们就是紫光融入到母光，将来都是要这个飞升，对不对？融入在佛性的毗卢性海里面哦。好，所以呢，我们其实呢，这个要三密合一哦。那师尊呢，在这边呢，介绍了一个十念法。七八九十的十念法，十念法就是什么早上每天早上，然后呢你刷牙洗脸漱口完了之后，你面向坛城或者面向西方，然后呢一口气念完十遍的南无阿弥陀佛或者阿弥陀佛也可以，对不对？这个呢十遍就是这边三遍三遍三遍再加一遍，对不对？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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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口气把它念完十遍，叫做十念法。哇，这个念呢跟气相合，对不对？嘿，不限佛数，其实十遍十遍一个计数也是可以这个帮助你哦。这个是师尊他常常做的十念法哦，好、哦，那一定要专一，那以那个练气、用气来去那个来以气极为度，安详静心，然后调停得中，能够在这个十念，那常常念的这个十念念习惯了，将来临终往生，对不对？也可以念这个十念哈、祈请这个阿弥陀佛师尊来接引了。主旨在于念你的心不散乱，专一的清净念佛啊，那让这个心，这个心跟这个气能够专一在一点啊，这个念佛。那你念佛了，你会不会回向啊？你平常修法会不会回向？大家想知道师尊平常念佛是怎么回向的呢？我讲白话文哦。就是一心归命啊，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愿阿弥陀佛你用清净的光明来照耀我、用慈悲的誓愿来摄招我，我今天呢有正念啊，然后来称阿弥陀佛你的名字哦，那这个念的十遍啊，为菩提道求往生净土，那阿弥陀佛你过去的誓愿里面如果有众生欲生阿弥陀佛这个国家这个佛国，至心的来这个相信啊，那个有这个信心，乃至于念的十句的阿弥陀佛，如果不往生佛国，已经一心这个十念阿弥陀佛，
还不能够往生的话呢，阿弥陀佛不取正觉哦，唯除忤逆，这个人除非有犯忤逆罪，毁谤正法。那我今天呢，意念的这个阿弥陀佛啊，此生以来不造逆罪哦。那我因为意念佛，我也不这辈子我也发愿不再造罪了，也不犯戒了，也不毁谤大乘了。愿这个十念的阿弥陀佛能够进入阿弥陀佛你的大誓愿海之中哇！然后呢，还有呢，成佛的慈悲力哦，那所有的作业都消灭，然后那个清净的因缘啊，清净的这个善因能够增长哦。那将来我临命终的时候呢，能够提早知道自己往生的时间。身体的没有病苦，心里也没有贪恋，也不会颠倒，就像临终的时候就像自己在入禅定一样的。那阿弥陀佛，你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这些西方三圣哦，圣众都来接引哦，来迎接我，如一念请，我的十念就像一下子你们三位或者诸圣众都过来接引，升极乐国。花开见佛，即闻佛乘啊，顿开佛慈佛慧，然后能够马上了解这个如来智慧，广度众生，满菩提愿。哇，这个发回向文在这个渡过生死的大海第几页？第73页。那刚刚这个呢是白那个我念的是白话文直接翻译的，其实它是比较文言的。你有没有发现呢？师尊呢讲到什么？自己发愿，然后自己十念啊，一念都是很清净的，也发愿守戒，也愿意今天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能够进入阿弥陀佛你的誓愿之中、大愿海之中。因为阿弥陀佛，你曾经有发愿哦，如果众生十念啊清净啊，那个一心尽心，但是如果还没有成佛的，阿弥陀佛也不愿意成佛哦。阿弥陀有发这样的誓愿哦，你还记得这样子，还跟阿弥陀佛这样子自诚的发愿呢、啊？我们也是可以跟世尊祈祷一样的哦，对不对？那因为这十念能够尽心念佛，哎，大家看看是不是很棒啊？那那个你说慧心上师这样子念会不会很长啊？愿同念佛者同生极乐国，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见佛了生死，如佛度一切，意思就是这样。哎，不跟白话的师尊的弟子业障深重，然后呢哎，弟子自心祈请师尊，愿我的回向能够进入师尊的大誓愿海里面。师尊你讲不舍一个众生，我也是那个你不舍的那个众生。师尊祈求你加持我临终，对不对？将来临终能够预知啊，预先知道自己临终的日子，临终能够不颠倒，临终能够健康往生，临终不贪恋啊，这个贪着依恋啊，那个种种的执着。师尊请你加持，务必加持我跟大家。这个就是真佛作弊法，祈请师尊加持，对不对？你要自诚的用你的话语来回向、哦、对不对？好，这个就是这个我们在回向的哦。所以呢，这个在佛经上讲，就好像两个人在想念妈妈，想念孩子，但是孩子也要想念妈妈，对不对？那这一个想念呢，可不可以成也不行，只有妈妈想念也不行，只有孩子想念也不行，是妈妈想念孩子，孩子想念妈妈，两个都是互相意念就成办了，意思就是这样子咯。好，那师尊讲三种根器哦，就是最好的根器、中等的根器、下等的根器哦。那他们呢念佛怎么样呢？上等根器的人，他所有的动作都是跟佛合一的。中等的根器呢，他在快要做坏事的时候呢，哇，想到了这个佛的威力，所以他这个坏事他就不敢再做了。那比较下等的根器呢，就算要做坏事，可是呢心里面也常常会这个
比较心软，嘿，然后呢就会那个虽然有欲望有习气要快要做坏事了，可是又想想那真佛作弊法，这个是我加上去的，求师尊加持嘛，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虽然自己的根气不是很好，但是呢用真佛作弊法死皮赖脸，死皮赖脸当师尊的禅师，你师尊哪里务必要加持我，因为你发愿不舍一个众生，虽然我业障还没有完全清净，但是我愿守戒，师尊请你加持我跟大家，临终的时候千万不要颠倒，不要生病，不要执着，能够念佛能够念佛，师尊马上到健康往生，每次都这样回向，回向给你跟所有的众生，哇这样子呢你有誓愿，师尊有誓愿，两个就啪就合在一起，意思就是这样。你说这样子是不是很简单？正我做壁画，曾有人问师尊，就今天的金头脑题目，如果说那个往生的时候魔变成佛，魔鬼的魔变成佛来接应，这个亡者应该怎么办？师尊讲不用害怕，你对着他念十这个三句上师心咒，嘿。念真言，嗡咕噜连声悉地哄，嗡咕噜连声悉地哄，嗡咕噜连声悉地哄，念三遍。师尊讲，如果是真佛的话，他的光明就更加的灿烂；如果是魔啊，魔鬼的魔化为佛的话，屁股他就不见了，他就觉得很丢脸，哇，被看穿了，对不对？所以呢，常常祈祷，睡觉的时候也是可以祈祷哦。等一下睡觉的时候祈祷，师尊，这个我虽然很有业障，可是师尊，我相信你可以让我睡觉清净。师尊，我相信你可以让我睡中，能够得到光明。我仰赖你的佛光，仰赖你的誓愿，请你加持我净光睡眠在。清净的光明可不可以？也是可以的。好了，所以这个阿弥陀佛会迎接众生，那这个下一段是讲说这个什么叫报身佛成就，什么叫应身佛成就，这个人临终往生念佛，佛来迎接他，这个就是报身佛成就。那么呢依照经典讲的中阴身后期，一开始这个要很久，没有一下子就融入哦。有时候是诸天色身，一些天的天神来的哈，护法色身来的哦。后期的中阴身得解脱，就是应身成就，应化身的应，应身成就解脱有分法身、报身、应身，反正不管什么身，能够上去最重要，对不对？上去了再去。先考上大学，进到学校再赶快去补习，对不对？不要这个这个三恶道轮回，不要六道轮回，最重要了好，薛丽李佩桦啊，阿尼亚还有谁？这个这个吴秀吉的功课，林慧晶、夏志奇、钟武、K 安丹弟啊，好，新秀丽、尤俊、Richard俊的功课，邵敏师姐。开始在回答答题了，对不对？好，节目中间我们一起来唱南无华光自在佛，七清伟大的根本传上师，愿师尊常住世间，常转法轮，无住涅槃。南无华光自在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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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华光自在佛。南无华光自在佛，南无华光自在佛，南无华
自在佛，南无华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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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在佛。感恩师尊的教导，教导我们要修正紫光，融入母光，而成密教的极深成佛。感恩师尊教我们阿弥陀佛的十念法，感恩师尊教导我们要如何对这个本尊发出誓愿，跟师尊发出誓愿。感恩师尊教导我们在临终的时候不要颠倒，万一有魔接引的话还可以念佛，或者梦中也是一样。师尊也教导我们很多哇，感恩师尊您愿意为我们众生留下来，我们请佛住世，不是只有一天，不是只有一段时间，也不是一个月，也不是一年，是永永远远无穷无尽的请佛住世。愿你常住世间，常转法轮，佛体安康，一切度众的誓愿吉祥圆满。嗡咕噜念声悉地哄。好，下一篇呢跟大家介绍的是什么执着跟守戒。什么叫执着，对不对？大家都知道要放下执着，这个执着呢也是我们的那个自我的缘故哦。大家都知道要放下，但是这个放下真的是不是很容易的。等于说我们在这一生里面修法都是在学习放下了。好，那这个师尊想到戒律，对不对？这个也是要守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谈到不饮酒，对不对？这个师尊有一次跟大家去印度哦，那到了一个瓦拉纳西，去的18个人，17个人全部拉肚子，只有师尊没有拉肚子。哇，这个是谁？李佩化你好，嘿。那只有师尊没有拉肚子。师尊讲当时他知道那个地方呢，在印度那个地方是这个卫生的问题哦，所以呢他有喝酒。那喝这个酒呢，师尊讲是不是为了贪喝，是为了要杀菌。那个酒精本身它是可以杀菌的，但是呢要有功力才能喝。你如果没有正量哦，你还是要守戒哦，不要人家这个狮子在跳的地方你也跟着跳就不行了，就会掉下来，对不对？哇，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哇，是的，这个肠胃啊，他们听说他们那个当年啊，当时吃饭啊，那个饭粒都有蟑螂的大便，是老鼠的大便，很恶心哦，吃的东西都非常的脏。然后呢路边的厕所，路边其实他们要带雨伞，为什么带雨伞？因为路边没有厕所，他们就带着雨伞，然后呢跑到一个地方，对不对？雨伞遮着，然后就是在那边，这个排便大小便，因为那个当时的卫生情况不是很好。但是呢，他们因为有去这个去印度呢，好像是师尊的文集嘛，天竺的白云那本书有讲到师尊去印度的种种的情况，对不对？那所以呢去的人18个人哦，17个人都肠胃发炎哦，都拉肚子。到了瓦拉纳西真的是瓦拉纳西很多的拉肚子，只有师尊最强的没有拉肚子。哇，那时候的西藏的出家僧人哦，看到师尊在喝酒，像天青格西也看到师尊在喝酒。有人问说，你们师尊为什么会可以喝酒？这个天青格西哦，他很有智慧，他回答，你们跟师尊不同哦，他的境界哦，因为他的境界高，所以可以哦。好，林委长，在印度女生上厕所真的很不方便哦。还有在印度呢，就算有人这个好像男女朋友陪伴哦，也都不可以单独行动哦。因为印度呢前一阵子新闻有播报有性侵的事件哦，非常的恐怖。最好就是女生打扮的老气一点，给她贴几个狗皮膏药，男生看了不是很喜欢。去朝圣，这个去朝圣，我看也要写信，
祈求师尊加持吧。因为印度的前阵子他讲到关于这个治安的问题哦。好，女生呢，你如果长得很漂亮的，你最好不要去，要注意安全哦，或者要带那些防狼喷雾、防野狼、色狼的喷雾哦。好，那师尊讲哦，再来就是这个啊、哦，所以戒律呢，只是一线之隔哦，开悟者在看戒律，跟一般众生在看戒律是不一样。当然，狮子跳跃的地方、跳过的地方，我们不要跟着跳，跟着跳都就完蛋了，就下去了，对不对？哎，不然说哇，师尊做这样，我要跟师尊一样，也不行。哎，好，那所以呢，另外一个师尊讲到说，佛法呢一定要融入在日常生活之中。这个呢，师尊开示讲过了很多遍哦，少明哦，在瑞典从来没有到过东南亚国家，呵呵啊，张月丽，这个瑞典我有一年我有去过，它整个国家就像一个公园、一个花园一样、一个公园一样，非常的漂亮。那时候我去是十月份哦，非常的漂亮。好，那佛法呢要融入在生活，所以什么是佛法？吃饭睡觉也就是佛法。各位同门，你们晚餐吃了什么还记得吗？有人说我看电视啊都忘记了，讲电话忘记了，滑手机吃饭都忘记了，那你有没有专心吃饭？那睡觉的话更要放松，要修眠观法，吃饭呢要超度，要供养，对不对？这些瑞吃饭呢这个也要专心啊，等于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心里面有没有专注这个事情。我曾经跟大家讲过，那洗衣服晒衣服哦，我就给他念真佛经，如是我闻一时大白莲花童子在，麻双莲者作为大白莲花法座之上。哇，我这个晒衣服可以念两遍三遍的真佛经，上厕所对不对，观想你是莲花童子进到厕所，厕所变成莲花佛国，那你在那边念经也是可以的，对不对？哇，这个刚风力哦，不是师尊做的我们就跟着做，对，凡事要量力而为，对、哦、不然白兔片跳成红烧肚肉哦，写得好可爱。好、哦，所以呢，你们有没有养成习惯哦？习惯随时随地念经或者念咒？我是觉得说，当你没有在拿计数器的时候，你也可以念比较长的经，对不对？把它念习惯了，哦，好。所以呢，师尊讲，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饭，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睡觉。问禅师哦，禅师这个佛法什么？吃饭睡觉、哦。心仪说什么？骑车上班路中会念七遍根本上师哦，祈请莲生活佛加持文，对不对？哦，对啊，那个能够念七遍也是不错，这个很棒，而且可以帮助你开车平安，这个是很好的。万一你没有办法观想，有人就是观想力就是不够，但是你嘴巴你刚开始你就是习惯先把它念出来再讲，把它念哦。养成习惯，对不对？命好不如习惯好。所以呢，在密教里面，吃饭的时候有吃饭的佛法，供养的时候有供养的佛法，走路也有走路的佛法，在精进的时候有精进的佛法，禅修持咒都有佛法，甚至师尊讲你在上大号，大号也有大号的佛法一样、哦、好，那所以这个其实都是在消除自己身体的业障，穿衣服有穿衣服的佛法，那个就是在守戒，披甲护身，这个讲过很多了、哦、所以呢，并不是我们在入三摩地入定的时候才是佛法，佛法并没有这样子规定，入定才是佛法。如果你能够控制哦，你能够控制你的心哦，在你在走路的时候做家事都习惯念经念咒，你能够控制心这样子的话，其实呢帮助你临终往生更进一步了。因为你随时随地都在控制自己的心，在专注自己的心，在关照自己的心，在观察自己的心，你已经是在修行了。
哦，已经说在上师班其中途中也会念上师经咒，这个都是很棒的哦。好，所以不是在禅定才叫做佛法，初定以后一样的这样子才能够融入生活中。最高境界的禅定，哦，其实是在日常生活，你仍然在禅定之中，你仍然能够专一自己的心，能够仍然关照自己的心，对不对？就算你在起什么念头，你也马上观察你的内心在起什么念头，你还是在三昧里面，这个是很高的境界啊，哦，说来很简单，对不对？没想到这个也是修行的，所以在生活之中，处处都是佛法，处处都在修行。哦，有的人诶，那个开车很急哇，你想说那个人呢，前面乌龟车开得那么慢，每次都给我那个慢慢的，我赶时间，对不对？不赶时间你也很急，赶时间的话更急。哎，可是呢，也要想一想哦，这个如果肝脏，肝脏在中医里面啊，中医里面讲肝火比较旺的人，他就是会比较失去耐心，那身体的病业也会影响心，所以呢怒伤肝，喜呢伤心，为什么喜伤心？中了大乐透高兴，哈哈哈哈，然后很高兴很高兴，然后笑笑到后来那个就一口气呼上来就死掉了，呵呵，开心死了，有没有？太那个，你有没有看到有的新闻报道，对不对？怒怒的话会血压会冲啊，然后呢这个在中医里面讲喜会伤心，那个忧虑会伤脾脏啊，伤肺脏哦。你看那个《红楼梦》的林黛玉啊，宝玉哥哥贾宝玉又在跟别的女生在约会啊，所以贾宝玉呢忧伤肺哦，他有肺痨，对不对哦？忧伤肺，一天到晚在咳嗽的，好，那个恐伤肾哦，这个一天到晚怕，又要看恐怖片哦，比较容易伤到肾脏。还有呢这个大脑转不停想不停齁，思伤脾，脾胃的脾齁，有人讲脾脏就是一脏，嘿，所以那个五脏五伤在中医里面讲，呵呵，肝心脾胃肾，居然有的会伤，会这个伤到这个肝脏，怒伤肝嘛，喜伤心，忧伤肺，思伤脾，还有恐伤肾，所以呢你的心情，你的病业有时候会影响到你的情绪，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读书会直播要告诉自己要去调整身体的健康。刚刚呢跟大家介绍的是脑波，脑波可以平复我们的情绪，而修法念咒呢就是在用念咒的那个西达波，有个波叫做西达波，来平复我们的身体，平复我们的情绪哦。哇，这谁Lisa Jan 哦，每次在长途路上开车哦，也能会念会唱啊，祈请念生活加持文及经咒，很快就平安到达。所以呢上次我跟大家讲过啊，有个师姐我去那个怡保弘法，有个师姐呢哇讲话讲不停，你讲一句她讲十句，你讲两句她讲二十句，哇那个脑波不停，然后呢他没有办法控制他的心静下来，然后讲的话都是很没有意义的，都是废话一边啊，他就讲哦，所以呢有一种病叫肺痨，但是你有没有听过话痨，讲话的话痨，他是讲不停的。后来呢我就告诉这个师姐，师姐你要不要快速得到师尊的加持，他说啊有这种法吗？有嘿嘿，我特别发明很多真佛作弊法，他说怎么讲嘿，我说你会念上师心咒吗？哦简单啊，嗡咕连声悉地吽，可是呢我说你再加一句嗡咕连声悉地吽，我就是莲花童子，嗡咕连声悉地吽，我就是莲花童子，嗡咕连声悉地吽，我就是莲花童子，就这样念。他说啊可以这样念，我说可以啊，啊不然你念上师心咒你是谁对不对？你一定是莲花童子，莲花童子在念上师心咒，他好诶，哦，那于是呢他就在车上，我们后来就坐在同一部车，他就在念嗡咕连声悉地吽，我就是莲花童子，嗡咕连声悉地吽，我就是莲花童子。没想到这样子很狂乱的人，竟然他在念上师心咒的时候，整个啪那个眼泪掉到梨花带泪，哇整个脸都哭到不行。
哇，我说怎么样，他说加持力好强，上师哦，师尊的加持法流怎么这么强，诶，他从来不晓得念上师心咒，念的人师尊是莲花童子，可是念的人有没有认识自己是莲花童子，他从来不知道，对不对，原来念的人也是莲花童子。哇，他这次感动到他，他印象非常的深刻，从此呢他就是这样子念的。哎，我这怡宝的同门哦，然后呢，哎，他回到家都这样念，然后来，哎，我有一次到过怡宝，再到回来看到他，哇，他看到我非常的激动，他说念的当天就梦到师尊了，他梦到师尊怎么哦，在他的家，然后呢师尊的前面有一朵莲花大概、哦、然后师尊对他笑，然后他说从那个梦他就知道说原来他家本来就有师尊，本来就有莲花，为什么他都没有发现到，他不知道在念什么上师心咒，现在重新认识上师心咒，原来谁是莲花童子，我就是莲花童子。这个就是为什么在念咒经瑜伽啊，我带大家念嗡古莲生西利哄，我就是莲花童子，然后你们也是莲花童子，我们大家都是莲花童子，还有你的家人亲戚什么，大家都是莲花童子，不管他有没有皈依，所有众生都是莲花童子。我用这个方法呢，哇，让那个本来在念咒的时候心很乱，然后没有办法专一的，居然反正你也是念嘛，对不对，那你这个就算你十分钟三十分钟那个乱念，还不如呢把它念一句，就算你没办法观想，哎，你真的是很难观想，那你就用念的嘛，哦，所以嗡咕连声习利后，我就是莲花童子，一句话，那句话就是祈祷文，那句话就是加持文，那句话就是观你自己跟师尊是同一个佛性，对不对，哇，这个同门马上就感应了，呵呵，对不对，所以你们现在知道为什么要念嗡咕连声习后，我就是莲花童子哦，李永玉还有谁 SNL 的功课哦，但是话有时候在做噩梦，这样就念嗡咕连声习哦，猫，对，诶，这个是很好的，诶，那就是你已经念上师心咒已经习惯了、哦、有一次我是睡觉做诶梦，然后那个阿飘过来，我是自动念护法咒，然后把那个他的手把他抓到啊，阿里呀，诶，那这个秀吉，诶，啊，梅凤你好，等等丢李永玉，诶，好，现在大家知道了念上师心咒，原来答案真相出来了，将来你临终的时候嗡咕连声西利哄，我就是莲花童子，紫光从顶窍出去飞到母光，玛哈双莲池大拜莲花童子心中，紫光跟母光互相结合，莲花童子飞去找莲花童子，这样会不会睡觉的时候也是莲花童子去找莲花童子，这个方法呢专门针对你，就是你真的是没有办法观想，没有办法观想，可是还是要莲花童子的光照你，你就直接念，就认取佛性，什么叫认取佛性，认识的认，取东西的取，把你自己就是告诉自己就是莲花童子，永远要记住了这个哦。所以呢你洗衣服做家事开车，对不对，已经回家啊，路上大家嗡咕连声息利后，嗡咕连声息后都按计数器按很快哈、哦，对不对，有的按很快都乱念的哦，你就干脆念嗡咕连声息利后，我就是莲花童子，嗡咕连声息利后，我就是莲花童子，嗡咕连声息利后，我们大家都是莲花童子，一直给他这样子念，哎，会比以前更专心，那有的人呢会观想师尊越来越清楚，这个也是加持的哦，哇，所以呢不是禅定才叫佛法，出定以后一样一样融入在日常生活里面，在生活里面处处都是佛法，处处都是修行的，还要学习去掉执着，还要守戒律，功力深厚了以后，这个戒本身来讲你在开悟之下，你一切的行为都是甘露了哦，所以在
大密宗的那个修持里面，一切的姿势就是手印，一切的开口就言行都是咒，一切的环境都是佛国净土密言净土哦。哎，所以咒语在哪里，一讲话就是咒语，手印在哪里，身体动一动就是手印，还有佛国在哪里，这不是佛国吗？哪里不是佛国，都是大密宗的境界了哦。哎，所以呢，你看师尊，你看到师尊对你笑，华流都对师尊对你看就是放光，师尊呢一举手就是手印，哎，然后呢，哎，一讲话就是咒语，对不对？啾咪，就算师尊跟你讲啾咪也是咒语，呵呵，对不对啊？师尊意念也是啊，心印啊，就是一个真悟者呢，身口意完全都是在清净的境界。好，今天就是跟大家介绍这两篇，是不是很开心呢？等一下你们要下载 APP 哦。嘿，如果要请佛注释的话，赶快，我们这个活动就快要结束了。好，节目最后我们跟着伟大的师尊一起来唱南无阿弥陀佛。我看看在哪里。好。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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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谢谢师尊加持，也谢谢大家的莅临，谢谢诸尊的莲花童子，诸尊放光。因为我的脸书最近被人家限制不能够分享，所以麻烦大家帮我把这个贴文我的读书会直播还有脸书的贴文分享出去，按赞转贴分享，拜托，到14号15号它就可以恢复正常了。好，今天介绍两篇文章，渡过生死的大海，讲到密教成佛，我们所有的修法最后都是紫光融入目光跟着母光的光明到大白莲花童子的佛性光明海而证入往生。记得在修法的时候都要回向师尊，愿我与师尊的本事本愿不舍一个众生，师尊我是你那个不舍众生的那其中一个，祈请师尊一定要帮我在临终的时候身体健康，然后能够心不颠倒，没有贪念执着，没有妄念那个念佛自动往生，哇，常常记得回向，就是这样子了，欢迎大家帮我回向。好啦，那再来就是这个大家呢请佛注释的已经有90篇的留言，我帮大家转给师尊师母了那我这个活动快要结束了，如果你还想留言的话呢，就在我今天的这个贴文读书会之前的那个贴文，你还可以再留言，或者等一下的贴文也可以留言，到100篇100多一点点我们这个活动就要结束了你们可以感恩师尊，还有在这个介入谈心师尊讲日常生活都是修行日常生活所有的都是修行了大家好好珍惜哦，我们给师尊啾咪，爱斯德鲁亚比布林布林。好，大家明天星期三晚上连生活文集网络读书会直播
大家空中再会，拜拜，晚安，Good night，么么哒。